萧德、黄静雅、林慧玲、林美满。喂喂，要准备开幕曲，紧来紧。慢点，慢点，大伙。来来，所有人吼，伫边所有啊，即马行过来，这是电击大手吴俊麟先生，啊，这在拍无啊，我紧。来，搁第二行出来，迄个是穿青衫的吼，无戴青帽啊，穿青衫的吼，这是陈明章吼，击大手陈明章，这是台湾最后一个民谣传奇吼，他伊家己讲的啊。搁来，这是平安手吼，林慧玲老师吼，帮钢琴手林慧玲老师，好，鼓掌一下。上爱邓秋平穿红色的衫是陈春杰老师，陈春杰带好是这间学校的博士班的学生，也读足拄好。过来穿迄、那个敢若监狱囚犯的迄个衫，一条一条的花纹的，还是萧福德老师咱的贝斯的手，先煞做歌啦吼。上届课这边的就是黄静雅老师吼，伊是这间学校的大气科学系的助教。来，泡泡啊，泡泡啊！更近的边啊是 Viola 吼，是咱台湾的录音室吼，可能三两成啊，侪五十张唱片吼，四十张拢会唱和音的吼，林美满老师。林美满老师隔壁是江宜章先生，是 Blue Violin 哦，江宜章。泡泡啊，泡泡！过来是我啊，免泡泡啊。来，这个灯光拄好。杨奎纪念音乐会正式开始。欢迎节目主持人李明勇先生。各位律师，各位先生，咱今仔日遮侪朋友集会伫这个所在，咱是要来悼念八年前离开咱的台湾文学前辈杨贵先生。出世伫1905年的杨贵先生，是伫个1985年来过身。伊过身的时是81岁。伫过身的时阵，咱伫台北，然后一场的纪念会，我也是迄个时阵，咱真侪朋友，伫台北市议会地下室的餐厅，也遐个笑脸。今仔日我有看到真侪朋友，这个时阵嘛出现伫这个所在。我相信杨贵先生，予咱笑脸，是因为一生。透过伊的文学，透过伊的社会运动的参与，来表现出咱台湾人伫近代历史上抵抗、追求台湾人尊严的迄个骨气、迄个信念。伊的人生有真侪咱台湾人的苦楚，但是伊的人生内底。也有真侪咱台湾人的愿望。杨贵，伊活伫两个无共款的时代，但是这两个无共款的时代，拢是予咱台湾人有真侪真侪郁卒，真侪真侪压制，拢是咱台湾人咱的主体，咱的幸福，咱的自由。无受到真正的尊重的时代，尤贵先生，伊是一个文学家，伊留落来真侪真侪文学作品，伊也是一个有真侪诶戏剧作品诶一个文学家。咱拢知影，伊日据时代因为反抗日本殖民地统治的体制，有关过10几摆，但迄个10几摆。是无到1个月，但是战后的1947年，
二八事件发生的时阵，伊来写一篇和平宣言，来表示期待伫台湾各种无共款的族群，新也是后壁来的移民，会当共同伫这个土地来和平共同追求新生活。但是，伊被国民党政府掠去，伊迄个时阵有关啊十几冬。但是伊一生伫绿岛的时阵，伊伫遐游玩，有表现出来伊真坚强的生活意志。呢，伊留着真侪戏剧作品。咱今仔日要透过有真侪朋友来写出来对伊怀念的歌声，咱要来对举行一场的音乐的一个怀念的一个纪念会。咱相信透过这个纪念会，咱会阁进一步来了解咱所少年离开咱已经八年的这个台湾的作家。我相信不管伊离开咱偌久，伊的精神拢永远在咱的心内。咱们开始的时阵，咱们来请一个朋友，就是杨清秋，一位小说家。伊伫杨飞先生伫东海花园伫遐，有闹甲伊聚集，甲伊认识，甲伊斗阵。咱们来唱第一首《秋天的野菊花》的时阵，咱们来请。因为清楚，先生来遮来甲咱讲啊，当时伫东海花园，伊所印象留落来迄个情景，咱即马就请因为清楚先生。各位小姐、各位先生，大家好。我已经袂记讲，我当时去甲杨贵见面，可能是二十几年前啊。差不多在1970年迄几年的时阵，我有一日去台中啊，拍电话给杨贵，啊，伊叫我去伊遐，啊，我是暗时去的。暗时我唔知影东海大学伫倒，啊嘛唔知影东海花园伫倒，啊，伊叫我坐车坐到东海大学，啊，迄个站落车，啊，就要叫一个人来甲我接。我迄暗坐到东海大学落车。啊，有一个少年囡仔甲我接，迄个少年囡仔是林在竹，林在竹即马伫做主流报社出版社诶总编辑，伊迄阵啊是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诶研究生，啊伊伫啊林在竹迄阵啊参杨贵大做伙，诶，大杨贵诶迄个草寮内底，啊伊家己搭一间寮啊伫遐住，啊伊伫啊专门研究杨贵诶作品，啊写台湾文学研究，咱伫看。迄个时阵，林在竹有发表一款即个有关台湾文学诶第一代作家诶作品诶研究，是伫遐写。啊，林在竹甲我举一支电池，啊，甲我带暗时规个乌天暗地，啊，怎啊一直带行诶迄细条路，啊，真歹行。啊，我伫因暗时啊印象中有水声，啊，电池笑着诶迄款迄个暗门土诶细条迄个迄个花，啊，行到杨贵诶大诶所在。啊，迄暗我就甲杨贵伫遐困，吼。啊，迄暗我杨贵摕一领毯仔我夹，啊，我参伊困做伙。啊，伊参伊困吼，伊讲一寡伊去绿岛关的情形互我听。啊，伊讲伊掠去迄时阵吼，因个后生大汉后生11岁，啊，因大汉后生就开始卖油炸粿，啊，卖迄个卖豆奶过日子，11岁个囡仔。啊！伫即个道理来饲家庭，啊！我听啊，目屎淋淋过，啊！伊趁啊，家咧困，啊！迄暗差不多我拢无困，吼！我大肚山呼呼的风呼呼叫，加一领趁啊，我拢加袂少，寒几暝，准几暝，我毋知影用几下加会少个，爱困啊，寒寒叫，我规暝拢无困，我规暝拢无困，啊！天光伊煮饭互我食，天光伊煮饭互我食，迄阵啊，我看到伊个孙啊，杨翠，迄阵伫读国小五年吼，啊！伫啊我。迄个早啊，参林在竹伫遐，啊甲杨贵啊讨论即个台湾文学吼，啊甲伫遐看迄个东海花园。啊，东海花园，咱知影吼，有诶杨贵伊敢若一个人伫遐做吼，无可能通啊有东海花园诶花吼拢种甲透。
伫了我的印象，差不多有一半的迄个花旁，有一半的所在旁啊种，差不多种一半尔。当然，一个作家靠这个卖花生活吼，这实在是真艰苦的代志啊。我若遇到一挂朋友，拢讲，杨贵咧卖花情形吼，杨贵家己种花，啊嘛家己担花出去卖，啊，尤其叶泽德不时甲我讲，伊卖花穿一双，歹破的，啊破的，头前嘴开起安尼，合咧合咧合咧，啊担花伫卖吼，咱会当体验讲第一代作家伫台湾这个农业社会的迄款情形，又有杨贵的生活情形，会当看出来。啊、后来我若去台中，拢会去东海花园街看，拢会去东海花园街看。啊，伫东海花园街看吼，每一届伊甲我谈到的一个心声，就是讲伊一生一个上大的心愿，就是要用东海花园吼来去文学馆。啊，伊甘愿伫遐做一个园丁，伫文学馆内底扫地、砖地吼，啊，让去遐住，啊，去遐做研究吼，伊一生上大的心愿。我甲伊讲，啊，你钱要有底来，啊，伊迄阵啊甲我讲，后人甲伊设计啊，啊，后人迄落啊，各方面的工作拢有人做，啊，但是无钱，啊，我讲无钱要安怎做？无钱要安怎做？伊就讲，一块砖啊，一块一直一有哪贴有哪贴吼，贴到到尾啊，一间文学馆有哪贴会成？这是伊一直甲我讲，一直甲我讲，每一届的新闻拢讲到这个新闻吼，啊，即马因为已经气势八年，啊，咱。要袂看讲杨贵即个心中的文学馆，嘿，迄个形有出来无？到呾吼，咱希望讲咱伫只今仔伫只纪念杨贵的一挂朋友吼，大家会当努力吼，杨贵伊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讲伊东海花园来献做即个文学馆，啊，互伊文学馆会当起出来。啊，即若讲杨贵伊的心愿即个达成吼，啊，对台湾第一代的文学作家有一个纪念，啊，对杨贵有一个纪念吼。而且我要最后搁讲这个杨贵这个名吼，杨贵这个名贵应该是高贵的贵，这是伊本名高贵的贵吼。啊，高贵的贵吼，伊本身吼是读作贵啦吼。啊，根据我了解就是杨贵吼，伊讨厌高贵迄只贵，所以伊改作杨奎吼。啊，那杨奎应该读作杨奎啦，杨奎啦吼。啊，咱伫只可能大家拢讲伊杨贵，杨贵是讲伊本名。啊，那伊是真正。较无爱伊迄个本名，就是高贵的贵，伊是一个平民作家啦。平民作家就是体现咱农民的生活，啊，要为咱劳苦大众来讲话的一个作家，所以改作杨贵啦吼。啊，这是那照伊改本身改的名，应该读作杨贵，才我做一个见证。多谢大家。多谢吴清秋，咱第一条歌。要来表演就是秋天的野菊花，这是邓志宏作的词，邓志浩作的曲。伊拄仔讲到，东海花园，确实是种一片啊，叫做原名是白色的菊花，啊，伫咱即马伊用伫个花园花店内底看有真侪玛格丽特迄款的菊花。伫1970年的时阵，伊拄仔提出来林再觉啊，因为。林再觉伫英国回来了，即马是伫《连经》的总编辑啊。我会记迄时阵，1970年的时阵，我常常嘛伫迄个所在伫握花啊。咱即马要来开始第一个节目，秋天的野菊花。歹势，我阁要接两句话。Mr. Don't Suck Cop Carburetor。欸，那個神經工吼，第一个事情很重要，这个我们要唱歌的时候吼，要现场录音吼，这边出单这个 CD 跟录音带，啊，所以请你把 BB call 大哥大关起来，点点吼，啊，等下休息时间开外紧啊，那个闽南咧讲话先开外紧啊。第二点，我咧唱歌的时袂使翕相吼，啊，等全部拢了的时候，我会继续咧唱歌，互恁翕一下吼。